正因为这6:36的入席时间，让不少网友有问号。专业的婚顾说，这是在南部喜帖上常看得到的，因为时间都是算出来的。12:01或是12:31，代表新人刚成家出头的感觉。那12:03、12:33，代表子孙很多，希望有众多繁衍的意思。一代表成立新家，三代表多有繁衍子孙之意，六代表顺利平安，八代表发，是指宏图大发。